已经算是非常网红的一款小饼干了，它是那种有一点盐味的那种感觉，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吃了一块之后你会忍不住的一直想要去吃，所以一般的时候像我平时追剧的话我就会开一包，然后不知不觉就发现炫完了。这款饼干就是我，比如说我在买东西的时候如果要凑单我就会去选它的这种感觉，它在我心里就是这种存在，就是一口第一口吃下去不会很惊艳，但是你会忍不住的一块一块接着一块的去吃。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算是甜口的一个饼干，它就是这种巧克力的薄脆，里面就是长这样。然后我看了一下它里面的成分表，它里面是有牛奶在的，所以它吃起来就是有一股奶香味儿，然后再加上它是巧克力可可粉啊之类的，就是我也是一个很喜欢吃巧克力的人，所以我觉得这款也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去试一下。而且它的这个口感是那种很酥脆的，有点像巧克力薄脆的那种感觉，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，反正就是很好吃。